肖战主演的新版《射雕英雄传》终于揭开神秘面纱。这位新晋实力派小生以逆天颜值和炸裂演技，再次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。肖战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从《陈情令》中的魏无羡到如今的郭靖，他凭借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湛演技，一步步在娱乐圈崭露头角。而这次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饰演的郭靖，更是让人眼前一亮，仿佛他就是那位身怀绝技、义薄云天的武林大侠。电影一开场，肖战饰演的郭靖便以一身英气逼人的扮相惊艳亮相，那剑眉星目、英挺鼻梁，再加上一袭白衣飘飘，简直就是从金庸先生笔下走出来的郭靖本人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颜值简直逆天，肖战版的郭靖太帅了。而除了颜值逆天之外，肖战的演技更是让人叹为观止。在电影中，他将郭靖的忠诚、善良、坚毅和勇敢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无论是面对敌人的勇猛果敢，还是面对亲人的柔情似水，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尤其是在与黄蓉的感情戏中，肖战更是将那种深情款款、欲罢不能的感觉演绎得入木三分，让人不禁为之动容。据电影圈的大佬爆料，肖战在拍摄过程中非常敬业和努力，他不仅对剧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还亲自参与了动作戏的设计和排练。在拍摄过程中，他更是全力以赴，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表情都力求完美。这种敬业精神和努力态度，不仅赢得了导演和制片人的高度认可，也让观众对他刮目相看。而肖战的粉丝群体小飞侠们更是对这部新作品充满了期待和支持，他们纷纷表示，肖战是我们心目中的最佳郭靖，他的演技和颜值都太能打了，期待肖战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精彩表现。在社交媒体上，他们更是掀起了一股肖战版《射雕》的热潮，让这部电影成为了近期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。除了《射雕英雄传》之外，肖战还有多部新作品即将上映，其中备受期待的《藏海传》更是让粉丝们翘首以盼。在这部作品中，肖战将挑战一个全新的角色形象，相信他的表现一定会再次刷新观众们的认知极限。而对于网上爆料但尚未官宣的作品，如《德贤景致》《小李飞刀之无情剑》《新旺角卡门》等，肖战的粉丝们也表现出了极高的理性和素质，他们纷纷表示，非官宣不约，我们只相信官宣的消息，期待肖战未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这种高雅、理性、有品味的粉丝文化也让人对肖战更加敬佩和喜爱。肖战的演艺之路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，从最初的青涩少年到如今的实力派演员，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观众和业界的认可。而这次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精彩表现，更是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和信心。我们看到了肖战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湛演技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名演员的敬业精神和努力态度。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肖战一定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在演艺道路上的更多成就吧。